今日是由大水坑出发上青蛙石，然后再到马鞍山观景台，再落返去感应院。沿途地下铺满晒红叶，前面就是马鞍山市中心，跟住就是锦泰苑，再转过嚟咧就是富安花园，一直上到山仔的標高處，遠處突出嚟嗰個就是青蛙石了。你睇下似唔似青蛙？在青蛙石望过去的就是恒安村，再过就是感应院，跟着就是乌溪沙，现在我们离开青蛙石去马鞍山烧烤场。我在马鞍山烧烤场大休之后继续上山，现在我们上到马鞍山观景台，我们沿着雁谷迷径落去感应院，
好快脆，我哋到咗信义新村啦。今日嘅行程就喺呢度结束啦。如果下次想收到通知，请按铃或者订阅。拜拜。